上长了一个头标的奥特曼，赛文奥特曼。对，头上长了两个头标的，是赛罗吧？他的儿子是不是？你俩是真的有共同语言，太厉害！哎呦，奥特曼都已经，你看。啥奥特曼？我想过去听。去跟两个哥哥做混的。来来，坐这儿，你们聊奥特曼。大家都是奥特人。我们这是奥特曼。你这也太碟中谍了。你是什么奥特曼？我初代奥特曼。你有没有奥特曼变身器？我放家里了，录节目不能带。我不用变身器就能变身。那给我变一个。但是这车顶不住，动太大了。那个呢？把车门打开出去，然后你给我变身。哎呀，难住了吧？完了，怎么办？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你到底会不会变身？主要是很久没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大家很安全。那你到底是不是奥特曼？大家都是奥特曼。你其实也是，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到底是不是奥特曼？你看我这团队都叫 Rise， 就是一个那个特战队。Rise 特战队就跟胜利队啊这些是一样的。那你到底是不是奥特曼？你到底是不是奥特曼？你到底是不是奥特曼？你要告诉他你能变，你不能骗他，你一定得变啊！我哪天给你变一个，哪天给你发个视频吧，就现场变，有点，主要是大家都在生活，没有怪兽。哼，这次我就得念看我的明日复明日喽。哦，明日何其多呀！我知道。儿子，我们聊点别的。为啥？很豪横。为啥？你到底是不是奥特曼？你也是，等你再长大点你就知道了。对，但有一说一，我还喜欢摁一下变身啊，我不太喜欢做一些动作变身了。是很害羞是吧？对对。